还有什么？你有发现什么新大陆秘密吗？有，加里肌肉也可以。我还有发现一个新的饮料，可以加烧醋。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老师，你今天离我有一点近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大概这距离才是对的。他快要我不能贴你近一点。没有，因为昨天情人节刚过，然后他离我那么近，我会有一点害怕，因为毕竟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跟女生交往，你知道吗？笑得很开心。你有在意我的感受吗？不在意。啊，你还有发现什么新大陆？我跟你说，酵醋饮有可以做一件事情。是，你曾经在过年的期间做了一件事情，让我发现新大陆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我过年期间的时候，我刚才讲说在外面喝酒危险，因为我们同仁老师喝酒是会让人家吓到的那一种感觉，所以我就邀请他来我们家喝酒。来 ，Kenny， 你仔细听哦，你知道我用酵醋饮做了一件事情吗？我做调酒。他竟然跟我讲说，他酵素饮加在调酒里。